我會想跟你們分享是首先要開心先去享受做這件事先。教他多一些在心態上的東西而不是動作啊，就是我們可能很多次都給鼓勵他啊，給多一些信心他先。大家好，我是張家朗，我是香港劍擊運動員。現在有一個這樣的機會，在自己香港地方有香港的觀眾去為我們歡呼，其實對我們來說是一件很幸福的事。